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，表示你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人，以下是我们要给你的讯息。今天是西元2035年9月22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绿树，人们忘了一棵大树可以带来的凉风。20年来，只有都市无限扩张，公园绿地沦为生态孤岛，城市已成水泥丛林。这就是你所熟识的城市。西元2015年，也就是距今20年前，千里步道协会启动生态滤网计划，希望邀请众人将散落的生态孤岛用绿道串联成生态滤网，守护珍贵的绿色资源，也期待生态滤网的串联能让城市变得更加友善。虽然当时响应不如预期，终究来不及挽回，使得20年后的今天，台湾已经毫无绿地。但这个改变的机会正握在你我的手中，这是一个能让我们回到2015年的时光机，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，把握当下，一起守护城市里的生态绿地。